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楠楠，他是小超。今天超哥没有去上班哈，然后超哥想把这个小院儿这个钉上哈，这个板儿现在已经开始开工了。换一个地方是吧？那也中，正好在那儿洗啥东西不得劲儿。这啥呀，超哥？我老公以前啊，指着我来怎么嘛？你看，种点干点的水果。水果我们先安到这儿了，这个水果是可以活动的哈。如果想安盆的话，我们再到时候安一个盆儿。中啊。就这样好，那是不是好看点了？那样方子是吧？好看。把这个砖也给拾出去吧，这回再好好弄弄它。这弄的最后一个了啊，三个都已经弄完了，马上就弄完了。中。走，别在外面弄点粉吧，撒点粉。行。用普通菜吧。弄了一个这个四方形，也挺好看的。然后我们还打算把这个栅栏给那个调一下颜色哈，重新刷一下颜色。再撒点废料是不？这撒完再漫地是吧？撒完地了，还怎么地？种了两个小旗儿啊，然后剩下那三个呢，等过一个多月吧，人家说气温回暖了，然后再种点别的，像小辣椒了啥其他之类的，要不然现在种了也不能活。先栽这点儿哈，栽两个旗儿。这是上回我们种的那个菜籽没用完，然后又种了点。